当作来打电话吼，你是当初厝边人在家己算直播，吼、哦、啊，但是我讲个直播，唔是无法可管咯、哦，讲话嘛是爱负责个对啊，吼、哦，我被人教，吼、哦，啊那无影个代志，人诽谤个位置，迄赶快来用过哈，这点吼、哦，这直播就含报纸媒体赶快，吼、哦，这。哦，你也无冤仇的人，含你无敌无利的，你黑白人找麻烦哦，迄感觉会出代志。啊，迄、那个样，即免讲，大家拢该了解啊，对无？真个人，大家人资讯拢该集中，哦，啊，哦。热身我较无印象，是有人寄计划书来啦。哎，我咱也算袂起啊。啊，胖达人，我印象中前面是安那。胖达人，伊迄个前年哦、喔，前年伊八月啊九月，代志要标的时阵，伊迄胖煞要染化学的胖料，染化学的加素，啊，叫伊弄人偏工自然发酵，啊。也是水果香，自然的果香，是水果来发酵的，结果拢唔是拢贵拢化学，迄贵三三的，迄拢好，咱是来讲的，拢好惹人来食，食个爱排队，啊咧足贵的，啊结果你唔知迄内底，迄比人路边，比人商店的胖都较唔，但人商店的胖，至少人都有，人都有一个。哦，基本的，会烘焙，吼、哦，啊，路边的物件，就无影路边的物件就歹呢。人嘛是拢有照良心来做呢。啊，你胖达人呢，有无？迄是来，规个拢有化学的，啊，结果一片讲自天然的，啊叫哦，啊，迄、那个明星啊来广告，啊，我讲就是安尼，明星广告我都无感觉啥。我就是看，甲像有一本商业的册啦，迄、那个杂志啦，我唔爱讲第一本啦。这本是咱国内较有名，讲话破嘴的经堂，哦，周刊就对啊，商业性的啦，哦，啊，结果你专工，伊你开专，伊我去碰哪人，甲像。八月代志变嘛，啊七月时阵，伊都专工，伊个头版头条，伊个封面，都是以胖达人为专题介绍，讲胖达人的崛起哦啊，意思讲胖达人的前途足好，因为迄当阵胖达人要增资嘛，伊股票都要释放出去啦，所以当阵都。来争取就对了，哦，啊，我记迄本经济那个周刊就对了，吼、哦，商业的迄、那个，哦，诶，是咱台湾算白头刊的周刊，商业的哦，唔是迄、那个，唔是啥物时报周刊，唔是啥物周刊网迄种国台队哦，唔是哦，商业的哦，商业性的，结果都来胖达人开专题吼。哦写个热热腾，介绍讲胖达人的董事长吼，安怎坚持口味？哦，啊，少年人安怎拍拼？对，安怎坚持就是天然发酵？啥吼？写个热热腾，啊，意思啊，你讲哦，过来胖达人伊要整租啊？哦，啊，意思讲这条钱，你拿这个股票你来买嘞，绝对赚嘞，对，够好笑。无一个月，规个胖达人哦，去有新闻啊报出来无？哦，去有新闻啊报出来，规个崩盘，哇！所以有当时啊吼，孔子讲尽信书，不如无书，《论语》。子曰：“尽信书，不如无书。”
哦，你若是讲一般上班族、军工高的、食头路人，哦，有在升股票。啊，你若我来讲啊，你若迄一年的七月，你看到周刊安尼表扬胖达人，哦，这支呐投资嘞，这支股票呐投资嘞，绝对赚嘞，赚到白，哦，真正白，哦，白加走路，白话。胖达人，规个棒棒。所以讲吼，我感觉世事沧桑无错啦，啊，生意吼咱会做就做，啊未做吼，咱嘛是爱忍的，但是无走偏方，就是无走歪路就对啊，不要走偏方啦。哦，你看安尼，伊安尼，伊偌侪投资人，贵人帮盘，几万的人，哦，几千的人，变作最后一只老鼠，安尼唔好啦，安尼真正唔好，对无？人生短短啊！啊！你看，即卖美国有无哈维飓风？诶，美国，我相信足侪人和我同款。咱虽然对美国存在足侪幻想，存在足侪美好的感觉。哦，美国来的就是好的，美国就是哦，有影美国真正比咱较进步。哦，但是美国人来捡粪桶的，你有看过无？规定呢，迄有诶是股票公司诶，有诶华尔街诶经理呢，吼、哦，啊有诶是农民去拄着迄个啥物美丽，啥物因为有一件金融风暴有无？2008年迄个二次房贷迄个美丽房，啥物美乐房迄两间公司，迄崩盘，足侪农民，足侪上班族厝去互查封去。但路人咧捡粪桶诶，捡迄个基督教会分诶迄种爱心面包诶，几百个人诶，几千个人诶。诶，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诶社会啦，啊有人讲你好小干，啊你去过美国伊，啥物代志咱着一定你爱去过伊，即卖是。资讯爆炸的时代，你即马对卫星电视，你啥物物件你看袂到的。尤其即马，咱台湾资讯遮公开、遮进步，对无？啊，毋是讲美国歹啊。哦，美国你若有才调，你伫美国过的生活，就你比哦，赢咱足侪台湾人啊。啊，毋过你我讲一般老百姓，你看即马哈维飓风，你看美国有凄惨无？哦，啊，连台塑德州厂进天工呢，淹大水呢，做大水呢，这是新闻有报呢，我无好笑呢，对无？啊，所以讲，哦，咱当然，咱台湾，咱嘛有风台，咱嘛有迄个土石流，哦，这无话讲，哦，咱因为这就是咱的土地，咱的故乡，啊。同款啊！美国人，你今仔日你是美国人，你是德州，你做大水，你个厝淹灭啊！国民兵，因迄、那个因在地的国民兵就对啊，哦派军车，甚至派个装甲车，像咱台湾土石流同款，派装甲车，哦派迄个小艇，白啊，像咧消防队种白啊出来救你。你会艰苦对，但是你嘛认为讲德州是你个。是你的故乡，哦，你一得酒，你就是欢喜去承受。啊，若同款啊，恁今仔住台湾，啊，风台来，厝尾顶飘伊无要安怎，对无？啊，土石流像山区，哦，原住民迄个部落，规个村村，咱嘛是笑笑啊，因为迄个台湾就是咱的土地，台湾就是咱的故乡。啊，我之前来，大家讲过啊。
我五十二岁啊啦，去大陆我去大陆也无得创啊，生活伊啦，生活人都唔卖啦。我若去吼、哦、去大陆去厦门生活，人都唔卖啦。啊，去美国，哦，啊不，去美国去澳洲，咱也无款现金去投资啊啦，对无？但你啊，要去美国领救济金咪？唔是美国公民，你都无当个，无得资格领救济金咪啦。所以，台湾吼，唔是懵大俩，台湾是介好，一世人。我来来，大家讲个，我应该是当台湾老，哦，当台湾的，安尼一世人我欢喜。对，我是台湾官会，哦，哦，啊，虽然我有来学广东话，因为广东话是爸爸的话，啊，台语、普通话是妈妈的话，闽南语是妈妈的话，这种是我的根，我的本。那像恁同款啊，哦，像高维亚恁的母语，哦，可能就是迄个台湾语，哦。哦，啊，米红米上，对，啊，我唔晓讲啊，哦，啊，有诶乡音啊，吼，有诶，足侪朋友嘛是乡音，因为即卖迄个，差不多一点钟话，啊，咱永也是开讲吼，准备要做一个结束，啊，永我最后来讲，多谢大家今晚来加油鼓励，啊，另外，从我当初一再强调，台湾就是咱的根。哦，台湾就是咱的乡土，咱的厝，哦，啊，咱今仔会使做一个台湾人哦，你也感觉足欢喜的，足快乐的。你看，你会使是咱的公路，是咱的单车国道，跑步、跑马拉松，你会使去山区跑马拉松，哦，啊，会使做志工，帮助比你较需要帮助的人，哎，足欢喜啊，对无？那就一定爱去到迄个美国，哦，一定爱去到澳洲。当然，人若有理想的人，伊去美国，哦，去美国发展，也是有个人，伊感觉伊的理想就是澳洲。啊，你，哦，你人嘛，人的理想，我是讲我，哦，我感觉我一事无成，啊，我这世人我就是当台湾佬。恁这句话恁再扛落来，应该是当台湾佬啊啦，啊，因为我。五十二岁啊，哦啊，平生无大志，哦，啊，我讲啊，我若要去大陆生活，人都唔卖啊，对无？哦，啊，用咱就大家，哎呀，啊，足多谢大家入来，我的直播吼，啊，来我加油鼓励，哦，啊，明仔上，嗨，阿里阿多，我只看了三嘛，塞哟娜娜，塞哟娜娜，嗨。